今天我们来到了 Easy Play， 这边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玩，有保龄球啊，还有篮球啦、啊，还有罗球。但等一下就一步一步让你们去看。今天这个入场费呢，就150块而已哦，一个人3个小时任你玩，里面的游戏设施。Oh.